尊者，无为尊者，诸佛道神无不逍遥，尊者为何心有忧戚？此间虽是逍遥，可那下界早已夜浪滔滔，不知大劫将至。哦，啊，尊者，这下界夜浪滔滔，长此下去，不止为祸人间，连天界也恐无宁日了。难道就没有什么解脱之法吗？千劫以来，多少佛道诸神曾经下世吃苦修行，就是为了证得大果位，救度众生。那然后呢？唉，只因天时未到，皆是无果而终啊。尊者所说的天时是指？善哉，尊者。物极必反，否极泰来，虽历天地大劫，一起巨变之机，我等静候天时，必有大事。清晏，众生有难，诸佛亲临救度，这万古不遇的天时终于到了。清晏愿与尊者一同下世，同修圣道。好，你我同心下世，精进悟道。清晏记下，若尊者早得大法，勿忘相告。清晏勿虑，圣缘已结，一切自有安排。二位慢行。明日尊者。无为尊者，我等与二位同去。尊者，我观下界擎天于海，利蕊道行尚浅，若一念有差。利蕊何出此言？既已圆觉圣道，唯当精进修持，正念正行，早得正果。几位慢走，我叫林瑞子，愿与几位同行，下界后早日寻得大法，返本归真。今得相聚同行，皆是法缘化来，善哉。红尘障眼，下途险恶，我等下世后定要互相提醒，切勿迷失。来不及了，小亮，来，爸爸先洗啊。妈，你看爸。小亮，来擦擦脸。
进屋里待着。刘大伟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回头再说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说。我要跟你离婚。你说啥？我不想跟你过了，我要离婚。神经病，闪开！哎，你不能走。我撒开。我不。撒开！信不信我再削你多少？今天就去离婚。你闪一边去！妈妈。回来再收拾你。看见没？这叫神龙摆腰。大哥小心！这位大姐，前辈好功夫啊，收我做个徒弟吧，在下刘大威。哎，兄弟，你千万别这样啊！我这点东西，哪敢为人师啊？那，总让我请您吃顿饭吧。哦，不必了，举手之劳，不足为谢。哎，师傅，您尊姓大名啊？哎，你可别叫我师傅啊，我还在叫师傅呢。您上哪找师傅？山南海北，走遍所有的寺庙，我想总能找到吧。就您这身手，还找什么师傅？兄弟啊，我叫于洪瑞，出身武术世家。我的祖上留下话来说，在我这一辈儿呢，将有能使人返本归真的救世大法传出啊，让我一定要找到。哎，我们村头有个弥勒庙，里面有老和尚也这么说过。哎，那这个弥勒庙现在何处啊？早拆了。拆？那老和尚呢？死二十多年了。哦，兄弟，我还得赶路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哎，哎，于大哥，人生苦短，正法难寻呐。哎呦，大哥呀！你可让我好找啊！啥事儿着急忙慌的？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好消息。好消息是坏消息不多，就三条。你小子欠揍是不？快说。这税务局新来了科长，他说让咱们把这些年欠的税款都凑齐了交上去。放屁！他妈活腻歪了。就是。还有呢？咱的货在高速上又给扣了，妈的！第三，第三，我刚才路上看见嫂子领着小亮回娘家了。啥？她说再也不回来了。这娘们欠揍啊！小亮回来了，咋就你自己呢？妈，我在那儿呢。哎，燕子，你咋又回来了呢？咋的了？是不是这姓刘的又欺负你了？燕他妈，少说两句吧。咋就不能说呢？老爷，老爷，我想去喂大鹅，我想去喂大鹅。我和你喂大鹅去。哎，对了，燕子，你玲玲也来好几次了，
你有空过去瞅瞅他。燕子，过来过来，让妈瞅瞅。哎呀妈呀，怎么下手这么狠呢？瞧把我姑娘打的，这三天两头这么打，这还了得了？受得了吗？这是，燕子，咱这回不回去了，他来了我跟他干。妈给你出气啊！谁要找我收税啊？让他过来跟老子对账。哎，别误会，误会，是新来的，初来乍到，不知深浅，也不知道您，我们都跟他说过了，现在没事了，哎，现在没事了。你们新来这领导住哪儿啊？哎，别，别别，您别，你就告诉我一条街名就行。真的没事了，真的没事了，都是误会。真没事了，真没事了。老赵啊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呢，最守规矩了。啊，是，一直非常配合你们工作呀。啊，是是。那既然你都说没事了，那我可就走了。哎，好好，啊，就回吧。哎，都是误会。哎，老赵啊，跟你们新来的科长说一声，就说呢。我非常的敬重他，今天特意来看看他。下次再有这事儿呢，让他来找我，听见没？嗯，对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一定转告，好，我一定转告。哎，谁找他收的税啊？拿我凭我干啥？嘿，你小子知道咱这啥地？哎，明华，大伟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哦，刚回。叫华哥。哎呀，华哥，华哥，正好给你接风，走。哎，大伟，我有点不舒服，算了吧。哦，那今儿，那今儿散了，回头请大家喝酒啊。好。这样，上我家休息会儿，好吧？哎，行，走走。电话进来，这边坐，我给你倒水去。哎，哎，大伟，你这房子还挺宽敞的。自从我搬过来，你还没来过呢吧？头一次，哎，对了，没见嫂子呢。嗨，别提了，我骂她两句，她就回娘家了。大伟，你这脾气一直没改啊？老娘们欠削。哎呀，你咋的了？哎呀，哎呀，我这段时间老是胃疼。明华。有病得看呢，你不能挺着呀。你爸知道吗？哎，别跟我爸说。其实也没啥大事儿，我不想让他老唠叨我。对了，大伟，你刚才跟一帮人在街上横着走，这干嘛去了？又惹祸去了？没有，税务局新来个副科长，刚找老子收税。
我去跟他谈谈，解决了。哎呀，大文啊，咱们做事儿得讲道理，总不能老是打打杀杀的，跟黑社会似的，对吧？我跟你们不一样啊，你们有知识有文化的，我有啥呀？我就有拳头。哎呀，你还别说，这几天啊，我总想咱们小时候，当时那一帮混小子，老追着我跟丽华在后边又打又骂的，叫我们狗崽子，回回都是你们帮我们出头。你们不知道，当时要没你啊，我跟丽华要吃多少苦头呢？啥时候的事儿啊？丽华要回来了。丽华要回来了？哎，大哥，别打了！哎呀，你还敢顶嘴？哎，大哥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别打了，大哥！差不多行了。走。哎，老徐，那个新来的副科长，他是啥来头啊？哎，人家是上面派下来。听说他是市局大领导的小蜜，哎，真的假的？这不该你打听的，你就少问两句。你不说呀，我也知道，他不仅是小蜜，还是被甩的。喂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金俊，赵局，您找我？哦，小袁呀，快来快来，请进，坐。怎么样，工作还适应吗？挺好的，谢谢赵局。不要客气，刘局对你的评价很高呀。咱们县呢就缺少像你这样的人才。原本准备让你做政客的，人多嘴杂呀。你就先在副科上委屈委屈啊，还有机会。是，多谢赵局照顾。别客气，咱们县呢是个小庙，免不了需要上头来照应啊。到时候呢还需要你帮着通融通融啊。哎，是。赵局，您交代的那……赵局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回去工作了。你先忙吧，以后再聊。他凭什么一来就当副科？我辛辛苦苦干了3年才提副科，他不就是傍上了市里的刘局吗？哇，好了，政客的位置不是空着呢吗？好好干，明年给你提政客。我谢谢你的照顾，是我自己贱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被你像废纸一样扔进垃圾桶里。那你还要怎样？丽华，我把你调到县公安局，又给你安排了副科长的职务，还分了房子。也算对得起你了，骗子，混蛋！陈燕儿，这可是100万利的好生意，姐能忽悠你吗？林子姐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我现在这样，哪还有什么心思挣钱呢？哎，你咋就不想一想，你为啥受气呀？不就是因为不挣钱吗？他刘大雷有啥牛呢？不就是能挣点钱吗？这回你也挣，挣给他看。放心，有我呢，包你一年就发。林子姐，你这一年挣了多少钱呢？2000？2万。啊，2万？你不信？你看姐像是忽悠人的人吗？林
林子姐，你这个大公司得什么条件才能去啊？没啥条件，就是交点会费。啥？就是交钱。啊，还要交钱呢？瞧你这话说的，干啥不要本钱呢？你就是卖烤地瓜，不也得先种不是？刘大为不是有吗？从他那儿拿呀。你放心，一年翻本没问题，投的越多赚的越快。林子姐，你让我再想想。袁副科长，又加班啊？明天有个报告要交，你先走吧。袁姐，我看赵局挺欣赏你的，看来这副字儿很快就去掉了。明天见啊。喂，丽华。哥。今晚到岳阳楼来吃饭，带你见个人。见人？谁啊？还能有谁啊？大为啊。大为？大为哥。丽华。大为哥，我有个好东西给你看。啥好东西？快给我。当当。录取通知书。我被录取了，我考上警校了。真行啊，丽华。大为哥，我就要去省城上学了。省城？洗了一张照片，刚取出来。给。大为哥。丽华来了。来，坐坐坐。好。丽华，咋才到呢？局里有点事儿，所以来晚了。啊，来喝茶，喝茶，喝茶。大为哥，你还好吧？唉，凑合过呗。哎，听说你调回来了。啊，对，调回来没几天。好事啊，难得咱们三个这么久又相聚一次。哎，调回来是好事，咱们得庆祝一下，喝一杯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好好。哎哎。哎，够了够了，谢谢谢谢。大伟，我就不用了。咋不喝呢？哥，他胃不好，不能喝。对，我这胃真不行。哦，行，我来。没事，大伟，我以茶代酒，来，咱们三个干一杯。来，干。来，干。哎。哎，来吃菜，吃菜。来，够不着啊，我给你夹。哎，谢谢。来，吃这个。哎。
咋了？我这胃不太舒服。咋了呢？啊，可能是这茶凉了。哦，服务员，哎，换壶热茶。哎，来了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要紧。来，吃热乎的。我这胃就是娇气，冷了不行，热了不行。哎，别愣在这儿，来吃，吃，动筷子吃哈。哎，大伟，嗯，嫂子咋样？回来没？别提了，这次啊，怕是真回不来了。这咋回事啊？大伟啊，不是我说你。你这臭脾气真该改一改，万一人家真跟你离了，你可咋办呢？离就离，我怕他呀。大丈夫何患无妻啊？你这是咋说话呢？咋能说离就离啊？你离了孩子咋办啊？你不管孩子了？不说我事了啊。你咋样了？在深圳没找一个？哎呦，一直忙着呢。忙着也不耽误找对象啊。你看我这孩子都有了。奶奶，奶奶出事了。咋了？周奶奶站我家地跟我爸打起来了，奶奶你快去帮忙。这周婆子背后说我坏话，我还没找她算账，这回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哎，妈，哎妈，哎小亮，你好好在家玩啊，千万别出去了。啊，真是欠巴了！别打了！为什么站不下地呢？为什么站不下地？别打了！为什么站不下地？好你个张婆子，你敢欺负我大兄弟！我当是谁呢？我在家管好你姑娘，跑这凑什么热闹呢？我姑娘怎么了？你给我说清楚了！你姑娘被他男赶出来了，这事儿谁不知道啊？你胡说八道！你给我闭嘴！妈，妈，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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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丽华，大为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快点进来，快点进来。明华订的茶几到了，他有事儿来不了，让我送过来的。哎，你看我哥真是，还麻烦你。哎，你这屋不小啊。啊，还行吧。哎，大为哥，你别拿着呀，赶紧放下。哦，放这儿。哎，这就行。哎，大为哥，你吃饭了吗？哦，我。哎，正好，我在做饭。你等一会儿，你留下一块吃啊，马上就好。哎，大伟哥，来，多吃一点。来，再喝一个。丽华，看见你过得这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大伟哥，其实我，丽华咋的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你告诉我，老子灭了他！不是，丽华，你别哭啊！咋的了？你说话呀！哥，你还喜欢我吗？啊？丽华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喜欢你吗？
那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吗？不是我，我现在，我，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我是喜欢你啊，不是。大为哥，喂，大为哥，您等一下啊，大为哥，有人找你。喂，大为哥，是我。啊，丽华，干什么？干活。丽华，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？能。你以后发窗户给我留言就行了，我再给你回电话。好啦，知道了。今天我买了你爱吃的，晚上来我家。啊，今天不行啊，改天吧。那改哪天啊？改哪天？反正今天不行啊，改天我一定去。那说好了，不许忘了。那我先挂了。干嘛呢？干活。买不买呀？哦，我先看看啊。光看不买就别看了，小心点儿，别把书弄脏了。你这人，好好好。来，杯中酒，干完散了。来，哥儿几个，要不咱们今天先把账结了？先记着，下次再给。这都好几次了。咋的啊？瞧不起我们啊？哪里哪里，没那意思，没那意思。兄弟。先记着，下次再给，懂不懂啊？好，好，行行，喊他喊他，下次下次下次，好下次。大哥大哥，扶你回去，我们不吃。没事儿，没醉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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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媳妇儿。撞死人了！你没事吧？你没死啊？哎，活着。哎，扶我起来。大姐，没事吧？送去医院吧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这小伙子怎么开车的？看把人撞成这样。大姐，管他要钱。不要钱，没事。
不用放心啊，撞傻了吧？哎，撞得够狠的，快上医院去吧。哎哎呀，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没事。你真没事啊？哎呀，真没事，小伙子，我看你摔得也不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我还得赶去练功呢。啊，别，大婶儿，您这种人我还是第一次遇见。啊，我咋了？好人啊，我把您撞了，您还不给我钱？哎，叫你说的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哪能干那种事儿啊？练啥？法轮功？是啊，法轮功是佛家功，讲的是真善忍。真善忍？哎呀妈，大婶，你这善学的真好，没白学。当然不白学了，不光是善啊，你看我撞得够狠吧，结果啥事儿没有。啊，可不咋的，交给一般人，还不撞死了？是啊，修炼就是超长的，还有好多神奇事儿呢。哎，你想学吗？我带你去练功点。哦，今儿不行，我还有事儿。那好，那你就忙，哪天想学就来练功点，就在前面。行，好，好嘞。小伙子，这钱不对。咋不对？找错钱了。哎，我说，你诚心找茬是吧？真的找错了。想讹钱是吧？讹到爷们儿头上了，也不看看这啥地界。小伙子，刚才买水壶的时候，你多找我10块钱。那什么，谢了啊。不谢，再见。少见啊！给钱不要，傻子。就是。哎，看啥呢？我前几天撞了个人，我得去看看。干啥？上次把您撞得不轻，一点心意你收下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东西我不能要，拿回去。师傅，救他！咋回事？你小子，你上次把我打了，还骂我师傅是笨蛋废物，有你再骂一句。放屁！我啥时候骂你师傅了？我要骂就当面骂，不用背后骂。哎，两位，消气消气，别动手，别动手啊！少管闲事。小吴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阁下是哪家的？内功不错呀。内功？啥内功啊？我根本不知道啥内功。哎，我说你啊，有事好好说，干嘛动手啊？多有得罪。师傅，我们这么就走了？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呐。打他呢？咋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我刚才看你练功慢悠悠的，咋挡住那一掌的？神来。那你想学吗？想啊，当然想。就说你这功夫，我都……哎，咋样？要紧不？没事吧？来来，我扶你。没事。我今儿是遇着高人了，您无论如何收我当个徒弟。哎，别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，我可当不了你师傅。
只要你想修啊，我们就都是同修，都是大法师父的弟子啊。是。哦，行，跟谁学都行。哎，你这是干啥？我今儿出了急，也没带啥钱，不知道学费多少，我先给你交个定金吧。看到没，法轮功义务交工，不收费。不收钱能交真东西吗？快收着收着。法轮功不求名不求利，来学就是练功人，练功点上都是义务交工。哦，行。哎，那留我见见师傅吧，给他磕仨头拜师。我们师傅啊是李洪志大师，交工不收费，也不搞磕头拜师那种形式啊。不收钱还不拜师，那咋学呀？只要你真修向善做好人，师傅就管你。真修向善做好人，你刚来说多了呢可能也记不住，你就简单记住三点。哪三点？我们有一本书转法轮，我们有动功和静功，那这第三点呢就是记住真善忍。是啊，我们修炼啊就是要多学转法轮，多练功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啊要求我们自己，即使见不到师傅也一样可以修炼的。哎，你刚刚说那书叫什么名？转法轮。这本书送给你。气功就是修炼，修炼。因为气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，它完全是一种超常的东西。超常？我们这是佛家修炼大法，当然就是修佛的。修佛的？修佛的。无为尊者，听见。众生有难，诸佛亲临救度，这万古不遇的天时终于到了。青燕愿与尊者一同下世，同修圣道。好，你我同心下世，精进悟道。青燕既想，若尊者早得大法，勿忘相告。青燕勿虑，圣缘已结，一切自有安排。燕儿啊，怎么还没睡呢？我睡不着。还想那小王八蛋呢？你想他，他可不想你。哎，这回妈想好了，你和小亮啊，是铁定不回去了。
他妈，你别跟他掺和了，小亮不回去，你养啊？我养咋了？这燕儿不是我养大的，我就养不起小亮。你们别操心了，过两天我就带小亮回去了。咋着？你还要回去啊？哎，你倒是说话呀你！你要急死我呀！我不管了，愿受气你就回去。哎，你睡得倒快。服务员，来扎啤酒。好嘞。服务员，撤走。您没事吧？那你想点点什么吗？就那面吧，来碗面。好的。一碗牛肉面。好嘞。打电话。服务员，结账。哎，三子，我到省城了。一共十块。刚下车。那个，你嫂子回来告诉我一声啊。啊，行，先这样。喝酒啊！今儿真没喝成。哎，你眼瞎了，撞人没看见啊？这么凶干嘛？不就碰了你一下吗？哎，好好说话，别动手啊！干嘛？你想打人啊？打你怎么的？哎，你敢打？后门在外，遇事多人，人字头上一把刀啊！要不然修炼，老子今天打死你！什么事啊？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这个人也太难了。服务员，红塔山多少钱？十块钱。真想修炼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把烟戒了，保证你能戒得了。你给我破个零钱。憋死我早去！服务员，麻烦我那面快点啊！好的，好的，马上。哟，嫂子回来了。哎，嫂子，大哥去省城进货了。现在正惦记你呢，你快给他打个电话吧。哦，这些天店里有啥事吗？也没啥事儿，
就是胖大嫂来了一趟，说想跟咱合伙卖空调。怎么，刘大伟要跟他合伙？哪儿啊，大哥前几天在的时候他来了一趟，也没提什么合伙的事儿。大哥刚走第二天他就又来了，问你在不在，说想跟你聊聊。那他想咋合伙啊？他也没说，就说你回来了以后给他打个电话。跟他合伙咱可得留个心眼儿，他呀县里有人，做生意不地道。哦，春燕儿，这合同你都看了几遍了，你是不放心我呢还是嫌价高啊？哦，不是，算了算了，这空调啊我不卖你了，看你这么犹豫的忒不痛快，这么好的价钱好几家抢着跟我订货呢，真上赶着不是买卖。哎呀胖大嫂您别生气啊，这个合同啊我签，我签。就是嘛春燕儿，这可是出厂价，用不了几天就卖出去了，我可是先送货后收钱，这年头哪有像我这么做买卖的，我都这么信得过你，你还信不过我？胖大嫂瞧您说的，我还能信不过您吗？哎师傅，还有多远啊？快了，前面拐过去就是了。哎，师傅不对吧？咋了？这条街我常来啊，每次都得二十多呢，你这怎么十三就快到了？那是你被蒙了。啥？现在啊油钱也涨了，份子钱啊也涨了，好多司机啊为了能够多挣点钱啊就把这个计价器啊给调了。调计价器？是啊，调了计价器这蹦字儿就快，十块钱的路能蹦十五，一天下来能多挣不少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师傅，你也练法轮功啊？是啊，你也练。啊，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练，反正看过书。修炼对我来说太难了。修炼那当然难了，但是啊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他就是再难也值啊。是，你说的对啊。这年头啊，这人呢为了名啊利啊，什么缺德事啊都敢干，这学了大法以后啊才知道善恶有报背后的内涵，害人就是害己啊。这下可算是活明白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学的人啊可就老了去了。大哥你说的对啊，害人就是害己啊。这两年啊有不少人下海，兜里有点钱了一下抖起来了，在家里啊打老婆，在外头吧养小蜜，这烂事儿多了去了，这一学了大法啊全明白了，都知道不能胡来了。大为哥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是啊，大哥你说对，春燕，你回来了。我是回来离婚的，房子归你，孩子归我，村支上的钱一人一半。对了，我刚从胖大嫂那儿进了一批空调，等卖出去了，钱归我。春燕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我知道错了。以后攒下钱都归你管，你要是想给家里汇钱你就汇，我就不拦着。春燕，春燕，你听我说，春燕，以后酒我都不喝了，烟我也戒了，真的春燕你相信我，我都记了，真的。你刘大为能学好？你别再骗我了，行不行？
大伟在家呀？那个店啊，你收电费的吧？是啊。要不您就帮我看看多少字儿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自己的看。还有，以前欠多少费，你都算算，我都交了。啊，您别误会，我就是来收这个月的电费，您别多想啊。我说真的，我现在练法轮功，修真善忍，不能占这点小便宜。你进来自己看，哎。谢谢。小亮，你是不是拿妈妈剪刀了？在这儿呢。哎呀，你小心扎着手啊，这不能乱玩啊。给我，爸爸让我贴字剪胶带。哎，大伟，你这是干啥呢？该送的送，该扔的扔，反正我也用不着了。你当真呢？当然当真，我修炼真善忍，说话算话。以后啊，这烟也不抽了，酒也不喝了。爸爸，这个字儿贴哪儿？那个，贴这儿吧。哎呀，大伟，这大字是你写的？对啊，真善忍里啊，忍字是最难的。我多写几个贴墙上，给自己提个醒。这都我写的。爸，你看，你小子行啊！爸爸，你不是会功夫吗？你怎么连盘旋都不会呀？爸爸以前做的错事太多，业力太大，所以这腿就盘不上啊。那怎么办呀？修炼啊！爸爸从现在开始啊，要学好。以后爸爸要是再发脾气，你就提醒爸爸。怎么提醒呀？也就是说，爸爸要真善人。爸爸要真善人。嘿嘿，好儿子。好爸爸，爸爸我帮你。哎，这啊，疼！轻点。各位师兄师姐、师弟师妹，在下刘大伟，初来乍到，多多关照。大婶儿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
你呀，不用这么客气，大家都是同修。我给你介绍，这位啊是姚老师，这可是咱县高中的特级教师。你好，大伟。你好。这位呀，你知道的，吴俊英，是咱们这个练功点的负责。负责给大家拎录音机的，准时给大家放练功音乐的。这位是小慧，在省城上医科大学呢，分配到咱们县医院实习。医科大学大学生也练法轮功啊？当然了，还是我们医学院的老教授介绍我学的呢。他呀见过好多癌症病人练功后痊愈的，之后呢就开始自己练，然后就介绍我练了。癌症都练好了，这么神？神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得了肺癌都快死的人了，学了大法后不但病好了，现在年轻人都不如我精神好。是啊，怎么也看不出你都五十几的人了。哎，老首长您回来了。是啊。这回您准备住多久？这回呀就常住了，人越老啊越想老家，城里干休所条件再好也不如老家住舒坦。那可好，您既然常住了，就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吧，对身体好。我就为这事儿回来的，听说这个功啊健身有奇效，这坐轮椅的不知道能不能学啊。当然能，这第五套功法就是坐着练的，您先学这套，我教您。好啊。哎，放心吧，二位，这批空调绝对是正品。好呀，那我们就买这台吧。行嘞，那您去柜台交钱，我把这箱子给您封上啊。谢谢啊。好。哎，您好。哎呦喂，哎，我说你们这空调有问题啊，刚用了俩小时就上霜了。哎，我说你找事儿是吧？我们四家用的都是这台空调。大伟，你干嘛？都好好的。我们这是新的，给您换一台。不换，退钱。不想再上一回当。哎，我说他们这空调啊质量有问题，不能买。哦，那我们再考虑考虑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们这都是真的，是的。哎，别走。你找事儿是吧？啊，你是成心找事儿找事儿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春燕，给他退钱。什么？给他退钱？我出去一趟。哎，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回个电话。我们店里就有电话呀。啊，我顺便办点事儿，把钱给他退了。快退，快快退钱！丽华，大维哥，你可来了！人咋样了？吵醒了。大维，咋样？好点没？恐怕是好不了了。咋说话呢？大夫让咋治就咋治呗，有啥好不了的啊？咋都不说话呢？大夫说要做手术，那就做呗。可手术费要15000，住院费还要5000。大伟，我的这个病啊，把我的积蓄快折腾的差不多了。嗨，我当啥事儿呢？别担心啊，治病重要，钱我先垫上。我这是胃癌晚期，做手术也只是碰碰运气，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哥，丽华，别哭，我都想开了。反正人早晚有这么一天，所以大伟，你不用帮我垫钱。俺总不能为一个快死的人，把活人都拖累了吧？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爸还等着你照顾。
你还没给我娶嫂子呢，你的路还长着呢。哎，明华，别担心，有救。你跟我一起练法轮功吧，我们练功点有学员以前就得过癌症，还有其他疑难杂症，都练好了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气功。大为你了解我，我不信这个，我还是相信科学。可这科学现在也救不了我了。明华，你相信我，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，是修炼，是更高的科学，就是比科学还科学。哎呀，我不会说。明华，你自己看书，看了书你就都明白了。大伟，你们是三号床员明华的家属吧？啊，是。住院押金还没交呢。啊，交交，马上交，马上交。大伟，大伟哥。喂，春燕，上次跟你说的事儿想好没？哦，林子姐啊，你上次说那个大公司啊是挺好的，就是会费有点贵啊。你太不痛快了，我这两天在县里办事儿，明天就走了，这趟我带你过去多好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林子姐，要不我再想想吧，等想好了下回再跟你一块儿去。那你慢慢想吧，挂了哈。哎。妈妈，我想看电视。你画完了？嗯。那好，你自己看吧。哎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爸爸，你这一整天都去哪儿了？啊，我会了个朋友。你们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你吃了吗？要不给你热点儿。啊，不用，我不饿，我累了，先去躺会儿啊。维哥，你在想我吗？想你的丽华。你把店交给扇子看不就行了吗？你出来陪我吃饭嘛。大维哥，忙什么呢？怎么不回我电话？速回电话，丽华。Thank you.
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觉得他。刘大为呢？那个大哥他去。大哥他去客户那儿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啊，对，客户。客户？那什么，嫂子，你看这店里也不忙，有我俩看着就行了，您回吧。没事儿，我来理下账。哦。哦，对了，嫂子，我有点事儿啊，我先出去一下，先出去一下。哎，我也有点事儿，我也得出去一下啊。站住！你好，我是今天的值班医生周小慧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吧。是这样的，手术之前呢，还有一次胃镜检查，需要空腹进水6小时。大夫，您看我这情况。做手术能起多大作用？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但是呢，每个人的个人情况也都不一样。还有啊，你千万不要太担心。不是有句话吗？叫7分精神3分病。这精神作用是非常关键的。那你先好好休息。哎，你学法轮功？不是我，是我朋友，他让我读的。哦，那你读了吗？为什么不读呢？你是医生，也信这个？很多医生都练法轮功，我们医学院的不少老教授都在练，而且啊，我认识了好多有疑难杂症的病人，都通过练功练好了。真的？真的呀。周医生，主任找你。好的，我马上来。听你朋友的，试试吧。李华，哎，别动，我来。大伟。慢一点，行吗？行行。哎，明华，你开始看转法轮了？刚看了2页。没事，慢慢看。对了，大伟，你店也挺忙的，就别总往这儿跑了。没事，明华，你先看书，回头身体好点了，我教你练功。再说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看这书的目录里，也没写怎么治病，也没有什么偏方，我这病咋好啊？这书啊是不看病，这叫清理身体。嗯，就是吧。嗯。你怎么了？哎，明华，要不要我去叫医生？不用不用，他们只会给我吃止痛药。哥，我把药都开齐了。哥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明华，明华，别吓我！大夫，大夫！大夫，怎么样了？大夫，病人情况稳定，现在已经睡着了。大夫，我哥的病。要看下周手术情况而定。大夫，您一定要救救他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而为的。放心吧，明华会好的。哎，明华，你没事吧？你都2天没睡觉了吧？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吧。你早就知道这个叫丽华的了。这他们认识多久了？我
你今天是铁了心不说，是吧？嫂子，你就别逼我了。你别管我叫嫂子，你还把我当是你嫂子。你今天到底说不说？到了，大卫哥，谢谢你。嗨，谢啥？上来坐一会儿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你都好几天没合眼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大卫哥，丽华，丽华，你别这样，丽华，丽华，大卫哥，丽华。不行，大卫哥，我喜欢你。丽华，丽华，别这样，丽华，丽华，别这样。大卫哥，你不喜欢我了吗？丽华，你听我说。大卫哥，你要是放不下小亮的话，我也可以照顾小亮啊。丽华，我从省城回来就想告诉你的，我们不能这样，这样不对啊。大卫哥，春燕，春燕，小亮，我恨你，你一直在骗我。小亮我带走了，折子上的钱我也取走了，不用去娘家找我们，我不会回娘家的。我要去一个你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。什么？嫂子带着小亮离家出走了，连存款也拿走了。可是现在已经入秋了，胖大嫂这些空调咱连一半也没卖出去啊，她要是现在来收钱，我们拿什么给啊？啊，合同来，拿垫底。什么合同啊？不就张废纸吗？大哥，咱找道上的兄弟来帮个忙。这事儿就不劳烦兄弟们了。大哥，你这都是为了什么呀？就是为了做个好人吗？这店都快没了，你这好人做的有啥意思啊？阿柱，你跟我也好几年了吧？我以前啥样，你俩最清楚了。我现在啥样？现在啥样啊？现在谁都敢欺负你，道上的兄弟现在都在笑你，你知道吗？过去那个说一不二，谁都不敢惹的刘大伟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大哥，听我一次好吗？只要你一句话，咱重振威风。大哥，回头吧。以前那个刘大伟，再也回不去了。好吧，你不回头，我走。阿柱，阿柱，我昨天送货回来时，看着嫂子匆匆忙忙带着小亮，我就跟了他们一段，没想到他们上了火车，跟了他们一站地，
这是从他包里偷出来的。大哥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。阿柱，阿柱，哟，大为兄弟，众叛亲离啊！哎，你怎么说阿娜？算了，你有事吗？有事儿嘛，合同也快到期了，这空条款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胖大嫂，我先还你这3万，剩下的。你再宽限我几周。刘大伟，我看你是个厚道人才给你签合同的，这4万块的空条款你给我3万，算怎么回事啊？这眼瞅就入秋了，天说凉就凉，空条不好卖啊。这我可帮不了你，我只认合同。你干嘛？想来账啊？还有5天还不上款，我就来收店啊！哥，你不要命了？你咋吃上剩饭了？丽华，我感觉我胃不疼了，我吃着剩面条，我胃也不疼。不疼了？我感觉我开始饿了，我好想吃饭啊。哥，我好久都没听你说想吃饭了。哎，那你想吃啥？我想吃面条。想吃馄饨，还想吃西红柿炒鸡蛋。好，哥，那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给你买啊。哎，你等着。嗯。
难道真是这本书救了我？爸，妈。刘大伟，你还敢来呀？我打死你！妈，你这是干嘛？你别拦我！你别拦我！不然你这干嘛？爸，爸，你别拦着。你让妈打。爸，妈，春燕身上没带钱，过这儿也许会回来。她要是回来了，把这钱给她。我相信大伟的，大伟变了。爸，春燕要是回来了，你告诉他，就说我刘大伟这些年对不住他了。大伟，大伟，山子，他们都认为我傻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傻了？大哥，我觉得你是这世上顶天立地的真汉子。谢谢你，山子。大哥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。说。我想跟你学法轮功，你看我能行吗？当然行啊，明天我就带你去练功点儿。那以后我早上跟你去练功，练完功回来看店。我把这事给忘了。这店还有三天就不是咱们的了。没关系，我开这店之前也是一穷小子，别泄气啊，从头再来呗。行，那我山子还跟着你干。大伟哥，你来看。什么？哎，大哥，你看。谁呀？上次退货那小子，你都已经把货退给他了，他还到处说咱家的空调是次品，搞得根本没人来买咱家的货。你咋知道？王老六说的。他亲眼看见的好几次了。哎，大哥，你看，那不是胖大嫂吗？他俩认识。大哥，你看不出来这事是个套啊？我说他咋不敢跟你签合同，非要去找嫂子签，嫂子被他忽悠了。他先骗咱把合同签了，把店抵了，他再派人来搅黄咱们的生意啊。3万块钱他不要，他那是打定主意要你的店。大哥，你看不出来胖大嫂诚心要害你吗？我知道，可是咱没有证据啊。证据，拳头就是证据，我废了他。山子，这事儿算了。算了？
大哥，你真是傻了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从刚入院这张片子看，大半个胃都得切掉，现在什么都看不出来了，一切正常。我还以为机器出了毛病，又让病人检查了一次，结果还是完全正常。不可思议。王院长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些天这个病人在练法轮功。法轮功？法轮功？休息一会儿吧。没事，真的没事。怎么样，王院长，结果出来了吗？不可思议啊。完全正常。王院长，你这不是在骗我吧？医院怎么会骗人呢？检查结果一切正常，你的癌细胞不见了。院长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正在练法轮功。啊，对。真是太神奇了，练气功把癌症给治了。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绝对不会相信。你可以出院了，太神奇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谢谢院长。真的好了，这法轮功太神了。哥，明华，大伟哥，明华咋的了？大伟，看，我好了，真的好了。大伟，你说的没错。真的是超常的科学啊。明花，你修炼了。大伟，我记得你不是说修炼它不治病，叫清理身体。那我想那天我吐血就是在清理身体啊。我之后把转法轮通读了一遍，没想到我竟然好了。好了，你小子那天吓了我一跳啊！我一进来看见你们，我以为你怎么了呢？这都好了还哭啥呀？不哭了，咱回家。好，收东西回家。好。老张。是那个大喇嘛让你来的吧？正是。哎，那老丈又是如何知晓呢？我还知道你为何而来。那还望老丈不吝赐教啊。哎，想求正法何其之难呢。难道我人神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遇，全此三者，性莫大焉。这三条，你已占了两条。对呀，我的祖上也留下话来，说在我这一辈呢，将有真法红传于世，得而修之，可返本归真。老丈，还请您为我指点迷津呢。一口东来气太娇，脚下无履手无毛，若逢木子冰霜换，生我者猴死我雕。哎呀，老丈，恕在下愚钝，您方才所言红瑞不解其意啊。这是推背图第四十项的颂，说的是大法红传于世时将遇磨难，
弘传大法之圣人姓字中有木子二字，而大法弘传之时应在猴年。多谢老张指教，那我该去哪里才能找到这位大圣人呢？你从何处来，还向何处去吧。啊，您的意思是说让我原路返回吗？好，那就多谢老张指点，待洪瑞熏得正法再来拜谒您。刚才讲师讲的精彩吧，玲子姐，这哪像什么大公司啊，这不就是传销吗？他讲那些不就是让咱们去骗人吗？怎么说话的，这怎么叫骗啊？这是让你发展下线。玲子姐，这个我真做不了啊。要不然我们就先回去了。什么？回去？进来了还想回去？我说你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。对了，先把慧慧叫了。哎，玲子姐，你要干嘛？妈妈，小玲不怕啊，没事。哎，还我包！哎，你还给我！你也抢我包！给我，还给我！大哥，你就不恨胖大嫂吗？恨啥？他这么做是造业，自己害自己。我没修炼之前，比他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咋的了？大哥，你过去能打能杀的，我觉得只有那样才叫大哥。可是现在你不打不杀了，我倒觉得你更像大哥了。真的，你看这段。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那我就当这店不是大哥的。好吧。喂。大为，是我。明华。好消息，空调找到买主了。你说什么？空调卖出去了？我们公司正巧省城一个政府客户订空调，一下要70台。我跟老板说你这儿正好有一些，还省不少运费呢。他很高兴，说那就把你这批调过去，今天就给你打过来。啊，太好了，谢谢你明华。准备发货啊。好，我今天就发货。大哥，这店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呀。妈妈，我想爸爸了，我想回家。小亮乖，睡吧啊。嗯。
怎么了？不好了，人跑了！哎呀，快追啊！快，小亮，出来！走，咱们赶紧走。妈错了，都怪妈妈。妈妈，爸爸出了什么事的时候才都求师傅，你也求求师傅吧。大法师傅，我吕春燕知道错了。我今天遇到难了，您也能帮帮我吗？求您帮帮我吧！那边有光，我们往那边走吧。小亮，春燕，耶！我又赢了，讲的行啊！看啥？有你在家，真好。春燕，别再走了，好吗？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春燕，我真的改好了，你相信我。大伟，
我只想好好跟你过日子。我也是。我刘大伟发誓，我要不真心跟你过日子，我天打五雷轰。哎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我信你。这些搬你屋去吧。哎，哎，这不你衣服吗？怎么搬我屋去？哦，我搬。明天你把奶奶接过来，和小亮住这屋。啊，春燕，你愿意跟奶奶一起住了？以前是我不好，奶奶岁数大了，应该把她接过来住的。哎，好。春燕，你真是个好媳妇儿。真善忍。于大哥，真是你啊！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呢。大伟兄弟，大伟，你在这儿呢，咋一转眼就没了呢？啊，这位是于大哥，曾经救过我。这是浩他妈。你好。你好，于大哥，我听大伟说起过您。于大哥，真没想到你又回来了。这几个月你都去哪儿了？嗨，大伟兄弟啊，说来话长。我这一路啊，走到了藏区，那儿的一个大喇叭告诉我呢，他说大法不在庙里传，让我去找唐朝袁天罡的一位后人。我找到这位老丈，他又让我原路返回，这不，我又顺着原道又回来了。回来就对了，于大哥，你要找的大法呀，我们已经先找到了。真的吗？那在哪儿啊？赶紧带我去看。别着急，我们回家慢慢聊。好。你先回店里吧，赶紧走。大为兄弟啊，我就说嘛，方才我一见你就觉得你的气色和从前大不一样。哎，于大哥，进。哎，于大哥，啊，这是
转法轮。师父姓李，若逢木子，应双换。对，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我找到了。这些年来，我走遍了名山大川，探访了无数的古庙名寺。那些个所谓的高僧隐士，一次次的希望，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我运慧慧德行不够，不配得遇真法呢？找到就是他，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呀！法轮功的发展大大出乎党的预料，这才几年时间呀，居然有上亿的人在学练。啊，上亿人学？这法轮功有这么大影响力吗？是啊，上亿人呢，比党员的人数都多。可是人多，这也不是什么罪名啊。上头不放心呢，所以啊，上面指示我们要采取行动了。要行动，这总得有个理由吧？没错，现在有一个特殊的任务，我正想让你来负责。我？什么任务？打入法轮功的内部，秘密调查，有一点点蛛丝马迹，立刻上报。我还不相信呢，有这么多人的练法轮功，还找不出一点问题来。那怎么打入？从哪里入手？咱们现在这么多练功点儿，你们先从陈美公园入手。这是他们的聚会点，每天早上他们在这里练功。这个人叫吴俊英，他是这里负责的。这个人叫王玉莲，也是活跃分子。目前主要就是两个人了，等你深入进去之后，再仔细的去调查，一并把问题搞清楚。赵局，为什么还要调查法轮功？年初的时候，国家体育总局和一些中央老干部们不是已经做过问卷调查了吗？乔石还说法轮功是于国于民，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呀。哎，这个问题啊，水比较深。中央领导是不放心法轮功，所以要找个由头把它给取缔了。但是呢，居然有些人，包括那些老革命老同志，跑到法轮功内部去搞什么公开问卷调查，还帮着他们讲话，这不是公开的和中央领导对着干吗？是啊，什么革命老同志？我看这些搞调查的所谓革命老同志，在法轮功问题上，完全是党性动摇，革命意志不坚定嘛。肖刚同志的政治立场是对的。所以老徐啊，你这次的任务可是不轻啊，你一定不能暴露自己，要秘密调查，仔细的监视，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我找出来。是，赵局。介绍一下，今天咱们这来了一位新同修，老徐。好，欢迎欢迎。你好你好。您每天都在这儿开会呀？哎呀，老徐，这不叫开会，就是练完了功，大家要是不忙的，愿意聊就聊聊再走。
不过啊，我们晚上倒是有一个学法小组，您要有时间呢，就一块来学法吧。学法小组就在我家，我把地址给你，每天晚上7点半开始。哦，谢谢。那看看大家有什么修炼心得，或是提高心性的故事，讲给大家听听。人人都得到是不可能的，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，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，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。人人成佛这不可能，真修大法的，太数一样会有同样状态出现，同样得到应该得到的一切。今天的学法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有什么心得可以交流交流。那要不我先说两句。我们家开了一间百货店，之前啊，我对这利益看得特别重，每天看账本，今天多了明天少了的，这个心啊整天被牵动着。学法后，师父告诉我们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我想，这不就是我的执着心吗？是你的不会丢，不是你的争也争不来，慢慢的我就把这利益给看淡了。交流的真好。对不起啊，我天津的大姐来电话，一直讲电话就来晚了。天津抓人了。啊？抓人？抓什么人？天津公安抓了咱们法轮功学员。为什么？听说天津杂志登了文章，说法轮功是迷信。法轮功确变现身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我下肢瘫痪，练功练好了，什么迷信，太不像话了。就是啊，所以大家就去出版社澄清事实，结果就有人被抓了。怎么随便抓人呢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天津的大姐说，他们练功点的同修去公安局要人，结果公安说他们做不了主，让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。啊，去北京？去北京。赵局，这段时间的侦查情况就这些了。老徐啊，我不是要这些，我要的是证据，是法轮功危害社会、有政治图谋的证据。是是，赵局，我一直在调查和搜集您要的证据，但是我实在是找不到啊。你们知道4月25号有多少法轮功去了北京吗？上万人，上万人呢。今天召开这个紧急会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通知你们。中央已经内定取缔法轮功。昨天6月10号，中央成立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，简称610办公室。再往下，各省各市各县都要成立610办公室，专门对付法轮功。赵局，对付法轮功有咱们公安不就行了，还要610办公室干什么呀？哼，公安才有多大的权力啊？你们知道吗？610办公室统管公安、检察院和法院，还有权调动各种社会资源，包括军队、武警、财政、外交、医疗、通信，所有的部门都要配合610。咱们县的610办公室主任由我来兼任，你们就放开手好好去干，这可是一个机会，明白吗？知道了，都到了，不许练功了。党说不行就不许练，你别跟我争，再跟我争我就跟你干起来。党说不行就不许练，不让练了，不让练了，这是我不管，我听党的话。
你们以为不让这些练法轮功的去练功点上就完事了？告诉你们，中央最新的精神是，对待这些练法轮功的，要从名誉上搞臭，经济上搞垮，肉体上消灭。赵局，中央有下达相关的文件吗？关于法轮功的问题，中央是不会有红头文件的，只有密码电传或者口头传达，也不会署名。这些具体的问题就不要再问了，执行命令吧。今天晚上是全国范围的统一秘密行动，谁也不能出纰漏。是。开始行动。黄，你赶快出去，出去躲几天。你说啥呢，丽黄？咋的了？哎，我没时间解释了。今晚有行动，我不能再多说了。总之，你快走，马上就走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再练法轮功了，也不要再和那些人有任何来往。哎，等等，你说不能练法轮功了，为啥？为了不进监狱。哎，丽华，丽华，大伟，你出去躲躲吧。我躲啥呀？我又没犯法。我觉得他是为了你好才来给你报信的，要不你还是听他的，出去躲两天吧。他还让我别跟同学联系呢，我也听他的。进监狱。监狱，王大婶，吴俊英，我得通知他们。哎，大伟，大伟，单上有五个人，怎么才抓了三个？赵局，张雷去外地出差，前几天就走了。刘大为，他媳妇说他去吕家村了。赵局，您放心，我会盯着，只要他们一回来，马上抓起来。别光说，人呢？我需要人。赵局，其实抓人也不是办法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我们不是已经抓了几个骨干了吗？骨干一抓起来，其他人就不敢练了，再加上说服教育，就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。这样最好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头的最新指示，三个月之内必须要彻底解决法轮功。上次跟你说的找一些重病人办得怎么样了？重病人我们这里很多，可是一说让他们冒充法轮功还要上电视，就
你没跟他们说可以减免医药费吗？说了呀，一连问了好几个病人，都没人愿意干呢。再说了，不光是病人，这大夫也不愿意配合。这毕竟是瞪着眼说瞎话的事，你们也是知道的嘛。王院长，我可告诉你，这可是政治任务。哎，袁科长，你跟他说说。这法轮功不是号称去病健身有奇效的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找一些病例，越离奇越严重越好。直说了吧。我们就是要找一些重病患抹黑法轮功，怎么样，办得到吗？是，哎，哎，对了，你们院是不是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实习大夫，叫什么小慧的？对，叫周小慧。我知道你是这儿的实习医生，还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。没错，怎么？我们想请你配合一下。你知道现在法轮功已经被禁止了，再练就是跟政府对抗。如果你配合的态度好，我可以保证你立即从实习医生转正。你要我怎么配合？就是要你配合一下电视台做个采访。你们医院里有不少重病人吧？你就说他们都是练法轮功练的，怎么样？真想不到这话会从警察嘴里说出来。告诉你，第一，这法轮功我学到底了；第二，我绝不可能配合你们造假，你们这是在犯罪。我是造了什么孽呀？碰到你这么一个讨债鬼，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的钱全付了你的医药费了，你看看。哎，袁科长，你先回局里，我还有点事儿。行。哎，康乐嫂。我的丈夫就是因为练了法轮功啊，得了绝症。停！你这哭的也太假了，你这台词也假，这一看就是假的嘛。你们怎么这么麻烦呀？不就一个镜头，两句词儿？你都让我念四遍了，再不行找别人去。哎，你哎，好了好了，胖大嫂，5000块，一分不少，好好配合。哎，小腿就是痛快人呀。哎，继续拍。我的丈夫就是练了法轮功，竟然得了绝症了。这胖大嫂老公啥时候练过法轮功啊？咋睁眼说瞎话呢？我是坐着轮椅来学功的，现在离开轮椅，我能正常走路了。这电视台怎么不来采访采访我？这电视上全是造谣抹黑，一句真话也没有，现在咋办？要是吴俊英和王大婶他们还在就好了，咱们大伙儿也能一块商量商量啊。哎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大伟哥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你说句话呀。我去要人。可是大伟，你去公安局要人，他们也不会放人的。那我也得试试啊，总得想想办法啊。哎，大伟哥，李华不是在公安局工作吗？你为什么不去？大伟，我觉得山子说的有道理，你应该去找丽华。春燕，你让我去找丽华？
去吧，大伟。谁呀？丽华，我有点事儿想。进来，快点。你怎么来了？之前的事儿，谢谢你啊。有啥谢的？没被抓就好。可是吴俊英、王大婶他们被抓了，丽华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把他们放了？你来就是为了这个？丽华，我求求你了。把他们放了吧。放了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丽华，他们都是好人啊，他们什么法都没有犯，就只是练功而已。现在练功就是犯法。这是啥道理啊？练功怎么就犯法了呢？犯不犯法又不是我定的，我只是在执行命令。丽华，就当我求你了，你再帮我一次。帮你？你知道上次帮你我冒了多大的险？如果被发现，连我都跟着遭殃。是，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杀人的、放火的，只要花点钱、走点关系，都能被放出来。唯有法轮功，别说我，谁都没有这个胆子敢放人。可政府为啥抓好人啊？还在电视上面造谣。丽华，别人不清楚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明华的病就是练功练好的呀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。这事儿我帮不了你。这不是我们一个小小县公安的事儿，这是中央指示，全国610公检法都得执行。有本事你就去北京要人。哎，刘大伟，我再劝你一次，离那些法轮功的人远点儿。我天津的大姐说，他们练功点的同修去公安局要人，结果公安说他们做不了主，让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。这是中央指示，全国610公检法都得执行。有本事你就去北京要人。春阳，我要去北京。什么？你去北京干嘛？我要去上访，要他们放了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，放了小吴和王大婶。你在县里说理都没人听你的，你上北京去，他们就能听你的了？不管他们听不听，反正我不能不说。我刘大伟从来没当过缩头乌龟。可是万一……春燕，你想过没有，小吴和王大婶他们怎么办？就让他们在里面受罪。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说话，恐怕以后我们连站出来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就是想告诉政府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政府错了。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家呀？我和小亮怎么办？还有奶奶怎么办？春燕，别担心，我会回来的。
家哪儿的？北京的。北京的，北京那边去，跟他走。你哪儿的？哦，我吉林的。有身份证吗？有。带走。哎，你们干嘛？我没反映问题呢。我带你反映问题，走。你们领导呢？我领你找领导。你们带我去哪儿？进去。警察大哥，我呢？还有我呢？你，等下波法轮功的来了，就该你滚了。哎，又下次，大哥，下次你可一定要放我呀！这地儿是我的，滚一边去！这地儿够你坐的？不够，给老子取了！哎呀呀呀！啊，疼啊疼啊！哎呀，放手！哎呀呀呀呀！啊，放手放手！啊，你能坐这儿吗？啊，您老请坐，您老请坐。哦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小弟有眼不识泰山。大哥，看你这手劲儿，你是练过呀？雕虫小技。哎，刚才警察为什么说等下播法轮功送来你就可以走了？哎，现在到处在抓法轮功，有本地的，有外地来北京上访的，人太多，看守所都装不下了。不过我们可就沾光了，抓一个法轮功我们就放一个，给你们腾地儿。你是说围观法轮功放走其他犯人？对呀，别管你是打架的还是偷东西的，只要你不是法轮功，就放你走。喂，是我。是的，这几个都是我们县的。什么？他们去北京了？是，是。让萧光和袁内华来一趟，立刻。咱们县的三个法轮功去北京上访，一个是在国家信访局被抓，另外两个路上被截查。省里让我们去把人带回来。三个法轮功，哪儿的？一个是上次落网的刘大为，还一个是县一中的老师，还一个杨庄的。上次我说要抓这小子，袁副科长非说要说服教育，现在怎么样？人跑北京去了，我们怎么向市里交代啊？赵局，是我疏忽了，工作不到位。为了防止再有人进京，你们给我按照重点监控名单，挨家挨户走一遍，让他们保证不再进京。明天晚上之前，所有的法轮功都必须保胎。是。这件事完了之后，你们去北京把这三个人带回来。是是。嬷嬷。哎，来了！嬷，来来来，你们有啥事儿？小亮，刘大为呢？他不在。不会又回李家村了吧？装什么糊涂？刘大为去北京上访了，现在被关在北京看守所呢。你们凭什么抓他？合法上访有什么罪？吕春燕，政府已经给法轮功定了性，为法轮功上访的一律抓。我们学真善忍，做好人。做好人还有罪咋的了？有没有罪，政府说了算。你要做的
就是劝刘大为不要再练功了。不光是刘大为，还有你。你必须保证：一，不许练功；二，不许上访。这个我可保证不了。呵，你们还夫唱妇随了哈？我警告你，如果继续与政府对抗，你们家的店就别想开了。还有，你们孩子上学也没有学校敢收。你简直就是流氓、土匪！我就是流氓，我就是土匪，你能怎么样？告诉你，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，我说到做到。晚饭了，哎，大哥啊！来来，领饭了。同学们，请等等。同学们，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。我们来这里，是向政府反映问题的。我们不是罪犯，我们不应该待在这里。说得对，现在把我们关在这里，这才是违法的。所以，我建议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吃这儿的饭，我们不喝这儿的水，直到他们无条件放人。我同意，我和你一起绝食。好，我也同意。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。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。对，我们大家一起绝食抗议，要求他们无条件放人。对，对，说的对。谁挑的头？是他。坐下，别动，都坐下。队长，要不算了吧，等他们饿得受不了了，自然就吃了。有本事你们十天不吃不喝，我就服了你们了。我们走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今天我是长了见识了，你们法轮功真爷们儿，了不起啊。对对，这三个是我们县的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朝阳看守所电话，刘大为他们三个正在送来的路上。哟，这都几点了？走吧，老徐，一会儿吃点饭去。好。哎，丽华，一块儿去吧。啊，我不饿，你们去吧。大同志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到了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
喜欢我啊？打不着啊！去，好了，都别坐着了，下来推车。去北京，去找大伟呀！我也要去上访。奶奶，我想通了，大伟说的对，我们要是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们连站出来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要告诉他们，我们的师父是最好的师父，法轮功和大法弟子是被冤枉的，法轮大法好。可他们已经把大伟抓了，天底下哪还有说话的地方啊？奶奶，您不常说天地之间有杆秤，三尺头上有神灵吗？我相信总能找到说话的地方。奶奶，万一我和大伟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，小亮就托付给您了。新疆的羊肉串了，哎，要几串？四串。哎，好嘞，四串羊肉串，两块钱一串，八块。好嘞，十块钱找两块啊。哎，正好齐了，再来，谢谢啊。哎，羊肉串嘞，新疆的羊肉串嘞。多少钱？五毛一个，来几个？来。羊肉串，羊肉几个年？热腾腾的大包子。哎，羊肉串嘞，新疆羊肉串。哎，羊肉串了啊，新鲜的羊肉串嘞。Thank you.
小伙子，练法轮功的吧？这些都是全国各地来北京的同修，那位和你一样，也是我在大街上碰见的。同修好。啊，你好。待会儿就不用客气了，到了这儿就都是一家人了。真没想到来北京上访能碰到这么多同修。是啊，我是江西人，你是哪里人呢？哦，我是吉林的。大伙都是哪儿的？你那是山东的。我是黑龙江的。我是湖北的。我是广东人。哎，你们上访的时候见到信访办领导了吗？我连信访办的门都没进去，刚走到门口就有同修说别去了，里面都是警察，根本没有接待的工作人员。那你见到领导了吗？可上访是我们现在唯一反映情况的途径，现在这也被堵死了，我们根本没有说话的地方，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大法被抹黑，老百姓受欺骗吗？当然不行。如果信访办没人听我们说什么，我们就走上街头，走到天安门，把真相告诉所有人。对对对对，去天安门，去天安门，我们都去。来来来，饺子好了，来，大家快来吃饺子。今天这个家呀，比过年都热闹，这么多大法弟子，我们大家聚在一起，天南海北的，同修一部大法，你说我们这缘分得多大呀？越过高山，越过重崖，去寻找我要去的地方。我知道那是一个真实，虽然有时依然迷惘。终于我找到那个地方，那是我们回归的天堂。真善人他从前在我心中，从此我不再迷失方向。看镜头，哎，再来一张啊！再来一张，棒啊！哎，师傅，照相吗？十五。不用。啊？给你便宜点。法轮大法好，
十辆了，走走，法门大法好，走，法门大法好，法门大法好，哎，又抓住一个，快来车，快来，不许，我放下，走开，不许，放下，走开。刚从天门过来，啊，大姐，你也是啊。这里的都是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哪儿的？山东的，王霞。霞。哎，你呢？湖北，李淑芬。哎，你，刘大伟。哎，谁让你起来的？坐，坐，坐。哪儿的？江苏。江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哪儿的？吕春燕，吉林的。哎，你呢？哎，你说你呢？哪儿的？李慧玲，黑龙江的。你？河北的。河北。大姐啊，这是啥地方啊？为啥把我们领这儿来了？这是体育场。路上来的时候听警察说，北京现在所有的看守所都已经满了，关不下了，再抓的人都送到这儿来。赶紧下来，快点！什么？别走！白森呢？你们俩下来，快点！快走！来走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别的你们三个，别下来，别来走，快点！行啊，刘大伟，上次居然让你在半道上跑了。我不是犯人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是不是犯人你说了不算，这回你栽到我手上，你就是插翅也难飞。这是哪儿？
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没长眼睛啊？这是雪松宾馆。政府为了抓你们，从各地抽调警力来北京，这北京大大小小的宾馆都被我们包下来，成了临时办公室，一天吃住就得好几万。你们可是没少让政府操心呢，你们啊！为了抓老百姓，这么不计成本，有必要吗？刘大伟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你再练法轮功，就是反党反政府。识相的，就在保证书上签字，彻底与法轮功决裂。老徐，是你？你是？对，我是警察。真想不到，那法轮功是不是像他们说的反政府？你应该最清楚。哎，练的人太多了。人多也是罪名吗？好人不是越多越好吗？少废话，赶紧签字。哥，丽华，我进去。哎。快点，快点！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深圳上班的吗？爸跟我说你来北京抓法轮功了，所以我买了机票就来了。哎呀，我是把来上访的法轮功接回去，这是我的工作。这不是你的工作，你的工作是抓真正的罪犯。丽华，难道你连春燕大伟也要抓吗？那哪天你也会把我抓了吗？哥，你胡说啥呢？丽华，你都亲眼看见的，我的胃癌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这么好的功，政府不让练，还把练功的人给抓起来，你说这政府对吗？你说的这些我都懂，可是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。这共产党想打倒谁，谁能挺得过三天？现在共产党要整法轮功，你能拧得过吗？可是共产党哪次整对了？三反五反，文革六四，刘少奇还是叛徒内奸公贼呢，还铁证如山呢，那不都是捏造的？最后给平反了吗？丽华，咱不能是非不分，跟着瞎跑啊！我也不愿这样，可我又能怎样？哥，你就别再逼我了。我们下午就回县里了，你也快回深圳吧。丽华，我问你，大伟在不在这儿？不在。大伟，大伟，你怎么可以打人呢？你是谁啊？他是我哥。袁科长，你这是要干涉公务吗？我是来看看怎么回事。你到底签不签？不签。你们县的一个叫吕春燕的给送过来了。小弟，不如这样，咱们下午还要赶回县里，不如回到所里后再接着审。真搞不懂你，
不劝刘大为在家里待着，竟然也跑来北京，还赶上天安门。丽华，大为以前什么样儿，你是最清楚的。要不是学了大法，我们这个家早就散了。现在大法被造谣，被污蔑，我们要是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那还算是人吗？我就知道你会来，别来无恙啊。老账妙算，一别数月，你印象可好啊？老账啊，我可说是历尽艰辛万苦，走遍了大江南北，才找到这部高德大法呀。不想横遭此劫，大法被抹黑，大法徒也惨遭打压呀。是啊，这一劫可谓是天地之大劫呀。推背图第四十一项讲到，99年成大错，说的就是中共在1999年要迫害万古大法，从而铸成万劫不复的大错呀。老张，那依你看，这一劫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呢？劫数，劫数，是劫者必有其数。至于这具体的时间嘛，我等道行浅薄，天机非我等可知。老张，那这一劫又将如何终局呢？推背图57项有道，物极必反，以毒攻毒。别看中共现在迫害正信，来势汹汹，殊不知已在自毁之中了。中共本是邪灵，又毁道谤法，在劫难逃，理当如此。只可惜会殃及众生，中土恐怕是要生灵涂炭了。是啊，所以要告诉世人中共之恶，切不要听信谎言，在迷中犯下谤佛谤法、迫害正信的大罪。刘大为，虽然我是警察，可毕竟我们相处几个月，我知道你不是坏人，所以再想劝你一句，回到县里啊，就把保证书给签了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老徐，你看我不是坏人，那你看其他法轮功学员呢？他们是坏人吗？当然，你们都不是坏人。不过，现在是政治问题，跟好人坏人没有关系。再好的人，如果政府定性了是政治错误，那就变成敌人了。政治错误，如果做好人就会犯政治错误，那这政治就是个大错误，大笑话。老徐，你觉得这世上谁最大？当然是政府最大，国家最大。你错了，这世上天最大。天最大。也许吧。不过我是警察，只能奉命行事。你小子怎么开的车啊你？对不起，你看点路啊！对不起，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是老徐，我知道你是奉命行事，可你想过没有？就好比现在，我们都坐在车上。车子往哪儿开，我们就往哪儿走。可万一车子开错方向，掉下山去怎么办？我们也跟着一起掉下山去吗？
我们不应该及时掉头，及时下车吗？春燕，春燕，大伟，大伟，啊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还行。大家没事吧？没事。丽华，来，把手给我。来，进来。老徐，老徐，哎，小心，小心脚底，脚底下。我下去扶你们。哎呀，大伟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大伟，这边还有两个，快帮忙把人拉出来。没事吧？你们没事吧？老徐，等等，刘大为，你走吧。你们都走吧。走吧，等你们都走了，我再给局里打电话。丽华，你多保重。